问你可知否，你追我逐去将河山改，醉了百般怨，令到心神难载。恨有几多种，你争我夺，那恩情不再。梦要几番醉，竟需要断爱。心中可有感慨，在你心里是否空虚难耐。梦里几番爱，叹息痛恨你深沉苦海。梦里几番怨，惋惜失去热爱。原来余教主所讲的那个人就是殿下。大家明白就最好。今次司马掌门被人讲了出来，我技不如人，亦无话可讲。我有办法令你重掌昊天门。殿下有办法？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只要我能够做翻掌门，就算是什么条件我都应承你。事成之后，我要昊天门和乌灵教结盟。我一定要去。你不去得的，司马衡约得你去一定有古怪。我不可以不去的。你明知送死都要去？公道自有人心，我不可以被武林同道指责我强夺司马衡掌门之位。你以为你这样解释就有人会信吗？大丈夫行事做人最紧要光明磊落，我要告诉江湖人士知道，我江峰做昊天门的掌门是光明正大得回来的。他们信不信还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我有交代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大家主持一下公道。司马衡掌门本来就是昊天门的掌门人，但是可惜昊天门竟然出了一个无恶不作、丧心病狂的叛徒江峰，凭武力将司马衡掌门逐出昊天门，而他自己就坐上掌门之位。试问我们对这件事怎可以坐视不理，任由江峰去横行霸道呢？我哋约定嘅时辰已经到了，但系江峰仲未嚟，咪分明佢作贼心虚，唔敢响大家面前讲个是非黑白。系咁，我哋一齐上昊天门，唔当佢抵赖。冇错，我哋即刻上昊天门，我讨个公道。冇错，我哋今晚上去。江峰，你这个叛徒还够胆来这里？大家收拾他。Hey!
点解冇追？江峰再高，我哋再低，而家要上去唔系容易啦。唔通我哋就咁等佢落嚟？冇错，呢个系最好办法。呢个地势崎岖险要，通道只有三条，我哋兵分三路，将所有通道守住。将江峰运响山上，佢已经受咗伤啦，唔支持得几耐嘅。罗云，一阵等探子翻到嚟咪知佢点咯。你而家咁紧张都无补于事噶。你嘅梗系唔紧张啦，仲江峰死咗，你眉头都唔会皱下咯。启禀庄主，点啊？江峰被好多高手围攻，困于翠石崖，生死未卜。估唔到余飞我唔单止联同乌连教人，佢仲联合各派嘅势力去杀江峰添。好，你继续注意呢件事嘅发展。系，庄主。叫佢唔好去噶啦，又唔听人讲。二哥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哋揾父王叫佢派啲兵去救江峰出嚟，然后咧就杀晒乌灵教嗰啲人。远水不能救近火，冇用。咁啊，去揾少林寺嗰班和尚帮手啊。少林寺班真兵除咗父王嘅圣旨之外，佢系唔会听任何人嘅命令。咁又话唔得，样样都话唔得嘅。你都冇心救佢嘅，我哋唔系唔想救，而系无能为力啫。无能为力啫，好啊，咁你安乐乐咁坐喺度啦。见死不救我就唔会啦，我自己去揾佢。洛云，洛云，二公子，杀江峰嘅人系三太子派嘅，我睇公主唔会有事。庄主，依你睇，我哋而家应该点样做？我哋人单力弱，如果同我哋对抗，真系白白送死嘅啫。但系我哋唔可以俾江峰死。如果冇咗佢，我哋连最后一个机会都冇埋。二公子，你有冇谂过？如果今日我哋救咗江峰，将来佢会唔会利用昊天门嘅势力嚟帮翻我哋？我信得过江峰，唔系一个忘恩负义嘅人嚟。咁好啦。既然二公子決定咗，咁我哋就冒險救佢一次。你哋睇下，而家北風凛然，天上啲雲行得幾快，到咗夜啲，啲風就會越嚟越大，連天都幫埋我哋啦。江峰一个人在上面，他受了伤，而且饥寒交迫，加上上面没有挡风的地方的。照我看啊，明天我们大可以跟他收尸就可以了。余教主真是高见。康明，弟子在。传令下去各个路口严加防范，以防江峰走下来叫我们借衫着啊。余教主，我过嗰边睇下。好啊。你系边个？系你余掌门派我嚟嘅。余飞，我叫你去晒嗰边。你到底咩人？喂，大家唔使追，佢上去陪江峰送死嘅啫，落唔到嚟嘅。
知唔知咁样上嚟好危险噶？你跌翻落会跌死你噶！跌死咪跌死咯，又唔使你收尸噶。我而家有两个人，你要走嘅话就会麻烦啲。哦，而家即系话我连累你啫。好啊，咁我走啊。波云，啊，你点啊？我冇事啊。你坐低先啦。你走啦。我唔走，我要喺度照顾你。其他两个出口点啊？已经派人守住晒。嗯。江峰今次，除非你生到双翼啦，否则你都几难走得甩。殿下千金之躯嚟到呢度实在太危险啦！我要睇住江峰死。殿下请放心，江峰已经成为我哋笼中鸟，佢死梗嘅。做得好，江峰已经俾我哋逼咗上山。呢个四周围都系峭壁，出口只有三条，属下已经派人分别埋伏，佢走唔甩嘅。殿下，请回啦。万一俾佢冲咗出去咧？唔会嘅，只要任何一个出口，一见到江峰，我哋马上就吹起号角。我哋守得咁严密，瞓得个两三日啊，唔俾我哋捉到都会饿死啦。殿下。你安心回来休息。是风咋？你讲个嘢啊！你想我讲啲乜嘢啊？咩都讲下，讲下你细个嗰阵时啊，你阿爹啊，你娘亲啊，总之咩都讲。你惊啊？冇啊，我冇惊啊。人情呃我啦，你点会唔惊啊？我哋会唔会死噶？我都唔知道，佢喺山下边等住我哋，一日、两日、三日，终有一日我哋会抵受唔住而冲落去。我唔想咁早死住啊！咁你冒险爬上嚟？为咗想见你咯。你后悔啊？冇啊。只要我见到你，我就连死都不怕的了。你着住佢。你会死在这里。我不会让你死。我受了伤，下面有这么多高手，那你以为我们还可以走吗？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，那我还有希望。我在山的另一边走下去，等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，而你就可以乘机乘云云逃走。没错，与其两个人死，不如就等一个去死。你讲得啱，死一个好过死晒两个。如果你同意嘅话，我就算系死，我都系开心。
洛云，你做乜嘢啊？死一个好，会死晒两个。洛云，我系话我死咋？你唔好再过嚟，你再过嚟，我就碌落去。江峰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哋何必计较边一个嚟死？但系你唔可以咁样做噶，你快啲翻过嚟啦！冇时间，趁天仲未光，我而家着住你件衫冲落去，你就由另一边走啦。洛云。照咁睇，江峰落嚟即系等于送死嘅。但系我哋唔可以见死不救。凭老衲咁嘅功力，对付咁多高手，实在冇乜把握。江峰啊，追！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来迟，令公主受惊，小人罪该万死。公主，小人冒犯公主，望公主恕罪。咁江峰呢？大师，佢嘅伤势点啊？佢经过连场恶斗，内力损耗唔少。好在佢根基深厚，多休息几日，冇乜事噶。有罗大师，大师啊，我哋过嗰边休息，请。洛云，洛云，洛云，哎，江峰，文大哥，有冇见过洛云啊？我都喺度揾紧佢，我仲以为佢同你喺埋一齐添。佢走咗落山之后，我记得嘅只系啲好角星。你见过佢？是我害咗佢，江峰，呢啲你都唔使内疚嘅。佢为救我引开其他人，我真系冇用，一个冒咁大嘅险。咁洛云都可谓对你一往情深喎。唔得，我要去揾佢。哎，江峰，都过咗咁耐咯。你依家去啊，都揾佢唔到噶啦。无论点都好，我要去揾佢。哎呀，洛云，好心你出嚟见下人啦，无谓要人走嚟走去啊嘛。洛云佢喺度啊。我有啲事要同你庄主商量，你哋喺度倾下。总算皇天有眼，我哋大家两个都平安无事。其实喺嗰阵时，我都唔知点解只会变得咁大胆噶。个心谂住，只要你系冇事嘅，就算自己死咗都冇问题咯。洛云，我都唔知点样报答你好。只要你平安无事，你咪即系报答咗我咯。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边个好啊？嗰咪洛云公主出嚟搞鬼，江峰一定会冇命嘅。虽然被江峰走甩咗，但系而家佢都唔能够翻昊天门。咁司马掌门就要重新带领昊天门啦。难得几位肯帮我手对付江峰，我先至可以安枕无忧啫。司马掌门，你太客气，我哋就嚟一家人啦。昊天门嘅事，或者系我哋乌灵教嘅事。二掌门，你系话？
司马掌门咁快就忘记咗咯？但系江峰如今在生，难保佢一日会卷土重来。只要我哋两派合拼，就更加容易对付江峰啦。都系等江峰死咗之后，先再算啦。司马掌门唔系想过桥抽板啊嘛，司马掌门唔好忘记，嗰日被江峰追杀系边个救你嘅？我知道两位对我恩重如山，但系，我唔理你用咩方法，嗰有人呃我如非我嘅。就是有如此機，呢套《至光真经》对于疗治内伤系非常有效的。得大师你指点，实在系晚辈前生收到个福气，晚辈就此谢过。唉，你要多谢噶，嚟嚟紧啦，大师，你冇事啦？得妙真大师悉心指导，我嘅内伤差唔多好翻晒噶啦。我只不过系举手之劳啫，算乜嘢？点比得上文公子同洛云？佢兩兄妹捨身相救咧，大師你嚴重啦！嚴重也好，嚴輕也好，老和尚就係見嗰句講嗰句。老和尚有事在身，告辭。請，請。江峰，你放心喺度療養好身體，其他嘅事唔使操心。文大哥，你幫我咁多次。而且呢一次就無慶咁救我添，我真係唔知點樣報答你好添。如果你仲係當我朋友嘅，就唔好提報答兩個字。你咁樣講法，咪爭覺得欠你嘅越嚟越多。你又點知我唔使你還？好，我呢條命係你救翻嘅。只要文大哥你出一句聲，就算刀山劍海，我江峰亦都萬死不辭。你今日講嘅説話我會記住，總算我冇白費。文大哥，白费乜嘢？我系话我总算揾到一个同生共死嘅好朋友。系啦，我今日好开心，我哋一齐出去饮翻杯。好啊，我都好耐未醉过。好，饮杯。小燕，系客官，同我攞两个大嘅汤碗嚟，我哋今日要痛饮。系啊，大爷。江峰，我今日一定要同你大醉三百杯。好，咁我舍命陪君子。好，小爷，系两位大爷有咩吩咐啊？同我攞两只大嘅汤碗嚟。系，知道。佢两个系好天门弟子嚟。唉，而家真系越嚟越唔似样。有咩办法啦？你我就谂住同班师兄弟走噶啦。正所谓宁为玉碎，就不作瓦全。叫我加入乌灵教啊，我几大都唔制噶。唔系 Sam 啊，俾乌灵教啲人听到麻烦。你哋咁麻烦你啦，睇定先。你知唔知呢几日好似你哋咁样想走嘅人，佢哋嘅下场系点啊？昊天门嗰啲个个都系饭桶嚟噶，唔怪得佢话要跟我哋入门学嘢啦。我呸！我入咗昊天门吴家年，功夫虽然唔系好得，但系啲骨头仲系好硬嘅。连司马衡，你哋嘅掌门都要入门跟我哋学嘢，你哋仲口硬乜嘢啊？冇人讲咁多，要杀就杀啦。好，而家我数三声，一系你就喺我裤囊底捐过，一系你就人头落地。一、二、三。帮你话俾如飞我知，
有我江峰喺度，佢休想打郝天门嘅主意。快啲江掌门，你讲错啦。而家司马衡只系你哋嘅掌门，佢唔配做我哋掌门。讲得好，你不愧为郝天门弟子。话俾司马衡知，我会替佢将郝天门赢。郝天门创立至今已经有200多年，一直以来都负起武林中锄奸警恶嘅责任，所以受到武林中各派所敬仰。如今到我司马衡出任郝天门嘅掌门人，我虽然无德无能，但亦睇得出武林中派别林立，各自为政，有如一盘散沙，好需要团结一致，共同发扬中原嘅武术。而喺呢一方面，乌灵教嘅余掌门亦都同我有同感。经过我哋商议之后，决定集中力量，乌灵、昊天合为一派。以后在江湖上，只要有人提起乌灵，亦即系包括我哋昊天门在内。简直废话连篇。你讲咩话？我身为你哋嘅掌门，你竟敢还手？点啊？有边嘅唔服嘅，企出嚟！弟子张虎求掌门师兄你放弃加入乌灵教。你冇资格同我讲嘢。好，咁弟子就一死以谏掌门。江湖你大家看看，咁有咩为啫？将来我哋两派结盟，大家就一家人啦，何必动刀动枪啊？仲有边个反对？咁好啦，而家你可以开始将昊天门嘅牌匾除咗落嚟，从今之后。乌灵教和昊天门就二合为一。你仲唔上去？够胆翻嚟？呢度系豪天门地方，冇你嘅事。江湖上已经冇咗豪天门啦，只有江峰尚在，就冇人可以灭豪天门嘅。就凭你一个人嘅力量挽救豪天门，豪天门弟子听命。系。司马衡勾结邪派，呢度听覆本门，言依门规，逐出师门。系。冇咁嘢。
江掌门，你翻嚟真系好啦，你翻嚟真系好。二星，咁多兄弟。江掌门，司马恒走咗，已经样样都部署好晒，竟然俾个江峰搞乱晒。当时嘅情形真系始料不及嘅，江峰一嚟到啫，就人心归附，势如破竹啊！咁我哋咪算啦。总之今次俾江峰重新掌管昊天门，以后就后患无穷。咩事？司马恒上嚟揾我哋，以后我唔想再见呢个人，同我打发佢走。系殿下，教主，乜你仲有面目嚟见我哋咩？教主，你打算点样帮我手对付江峰啊？我哋帮你已经帮到仁至义尽啦。教主，算啦，由你还你就我还我，你走啦！你哋害到我一无所有，就想将我一脚踢开？你要搞清楚，害你嘅唔系我哋，而系江峰。趁我仲未想杀人之前，你精啲就走。真系唔系人嚟噶，连师门都肯出卖，咁仲做人有咩意思啫？俾我见到佢啊，见佢一次打佢一次。我想买呢只布啊！等等啊，姑娘。司马恒，江峰已经嚟咗，你有胆我就行出嚟。司马恒，你出嚟啊！放下手中剑，向左行五百步，如有不从，李洛云必死无疑。放咗佢，欺负女流之辈，算咩英雄好汉啊？我从来冇话自己系英雄好汉啊！好，你有胆嘅就同我决一死战。我知道我唔够你打，除非咁啦，你让我双手双脚。我已经照做啦，你仲唔放咗佢？好。我敬你有一条好汉，江峰。洛云，你快啲走啦。司马恒，我哋之间嘅事由我哋去解决，无谓祸及无辜啊！我死都唔走噶啦。系佢自己要死噶，就算你哋两个做咗鬼，都千祈唔好怪我。你卑鄙，你简直唔系人嚟嘅，唔好怪我哋。我卑鄙系你逼出嚟嘅，就算冇我。师傅都不会将掌门的位置交给你做的。你本来是一个乡下人，我是昊天门的大师兄，人人敬重，何等威风。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师傅就将最好的武功交给你，还给你做昊天门的掌门人。我在他的眼中简直一文不值。但是你又不想想你自己，你有几时关心那班师兄弟？你心胸窄，只是懂得争权夺利，你根本就唔配做昊天门嘅弟子。好，师傅咁中意你，我就送你落去见佢啦。系，
门室内都咁乱啊！师父，弟子对你唔住。东方，江峰点啊？系来啦，系啦，掌门嘅伤冇乜大碍啊嘛。掌门为咗对付司马呢个叛徒，重创旧患，伤及经营。咁即系话佢伤得好重咯？好彩阿祖师系留下嘅万丈神功，只要练到第三层，就会不药而愈。第二层都咁难冲破，点去到第三层啊？万丈神功第三层，乃系武学最高嘅境界，练唔练得成就要睇天意嘅。不过江掌门择心仁厚，资质过人，我睇一定会平安度过。而家洪天门大乱初定，百废待举，而掌门闭关练功疗伤。前掌门同李庄主系数十年好友，所以掌门恭请李庄主暂时代理浩天门事务。李某不才，实难当此重任。以后嘅事务当以浩天同门为意见，李某只不过从旁参详。今已得李庄主相助，此恩此德，古某代表同门谢过。岂敢？边个？系我啊！你练完功啦？罗云，乜系你啊？你唔使惊，我问过古气佬先入嚟噶，唔系偷入嚟噶。我二师兄嚟噶。系啦系啦，你二师兄咪即系我二师兄咯。你尊重佢，我都尊重佢噶。今日做咩事啊你？你要练功啊嘛，你又唔可以怒气喎。所以我咪唔激你咯，我坐喺度睇你练功啊！诶，你睇住我，我点练功啊？咁啊，不如我出去先啦，一阵有咩事叫我入嚟啊？都系唔好嘅，你喺度斩我分心。不如咁啦，你翻出去睇下咩事，可以帮到二师兄手嘅，好冇？嗯，啊系啊，下个月初三咧，至善门嘅门主方鸿六十大寿啊，啲贺礼咧，我已经帮你打点好晒噶啦。到时咧，我就会同二仙去拜寿，所以咩你都唔使担心噶啦。咁都好，不过你千祈唔好擅作主张喎，要听二仙嘅说话，知道吗？系啦，我而家去啦。啊，系啊，我硬系觉得浩天门好似争紧样嘢咁啫。争乜嘢？好似我咁嘅女仔，时时提点住你哋咯。和你今天开心笑，满发笑林潮，由春欢声起亲微妙，心里轻飘飘，原夜都仿似一起笑，泛满快乐潮。奇花涌出千美百艳，配得痴人痴了。但愿你我日日欢正唱，共聚分享春一遥。但愿过去旧事都不记，全忘已是忘了。啊，和你。开心笑，为你心倾了，还愿你一生也记住。